把脚抬一下。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距离蒋世奇上次毒蛇怼人已经一个月了，他居然有一个月没骂我了。这家伙脑子坏了，被驴踢了，进水了，变成豆腐渣了。有阴谋，不简单。小池，你也在？是七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那个明天的派对要干什么呀？只是吃饭吗？是 theme party 啊，主题是小丑，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穿着小丑装来赴宴的。哦，好奇怪的主题。而且我们每个人都会准备一道自己做的拿手菜，这个你知道了吧？真的吗？嗯，谢谢你提醒。不客气，拜拜。拜。不就是做顿饭而已吗？有什么难的？不是小丑主题的派对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小姐，请不要站在大门口，会妨碍别的客人。不是的，我也是来。请不要站在大门口，你这样做我们会很为难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参加派对的，你快放开我。参加派对？那你把邀请函拿出来我看看。邀请函？我朋友没有说有邀请函，他就直接告诉我到这儿来。像你这种想混进轰趴骗吃骗喝的我见多了，趁我脾气好的时候赶紧滚蛋。你要是再闹事的话我就叫警察了啊。你快放、怎么回事？秦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没有邀请函非要闯进来。这谁呀？怎么穿得跟个小丑一样？Romeo 怎么会邀请这样的人来我们的 party 啊？这好像是小池啊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？不是你说小丑主题的 party 吗？我没有啊。喂，是你自己土包子，把轰趴当成 theme party， 穿成这个样子跑来丢人现眼，你还怪别人啊？你不掂量掂量你自己是什么货色，什么地方都敢进。哦，原来小丑说的就是你呀、行。蒋世奇，别想太多，我只是不想罗密欧的轰趴被破坏。志奇，小池，没事吧？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最近太忙了，我应该给世奇张邀请函的。哎，起开。没事的，是我自己没问清楚。小池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我就是，是陈心颖让你穿成这样的。这死绿茶居然敢欺负我的人，看我不弄死他！哎，世言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
是他自己笨，说什么都信，关我什么事？花小姐，罗密欧先生说您的衣服脏了，还是换这一套吧。不用了，这个地方不适合我，我还是回家吧。你要干什么？打开窗帘，让阳光洒进来，白色的裙摆调侃着我百无聊赖。你笑得像小孩，让我快坦白，有什么隐瞒我傻笑着说不出来。难道我的线索全都被你猜，计划要被发现的我有一点点不安。快快快快快快，我赶紧掩饰我那